墨笔线条强健有力，神采飞扬。这幅画出自于本土艺术家苏彦能校长之手，他以松阴互潮为主题，用画笔勾勒出松的坚毅和阴的矫健，描绘出有如父亲保护家中子女般，盼望孩子们能平安长大的寓意，来祝福天下伟大的父亲长寿健康。表达这个父亲如何来照顾一个家庭。下面呢，我就写一首古诗啊，就父亲当你责任尽了以后啊，你呀、年纪也大了，你应该及时来行乐，享受人生。从新湖国小退休后，苏彦能校长在享受人生之余，仍然持续创作。本次绘制的松阴互潮作品，县府也将颁赠给13个乡镇市的模范父亲代表，同时也将致赠给全县各村里的模范父亲，以表彰对齐家典范的感恩与敬意。我们苏校长的画中啊有画，不管是家庭也好，国家也好，都能够表现出父阴之潮。当然最重要的，今年在我们六福村，除了表扬以外，让他们携家带眷的可以到六福村去逛一逛。父爱如山，一年一度父亲节即将到来，各地纷纷举行表扬大会。新竹县也将在六福村主题游乐园举行模范父亲表扬活动，届时也欢迎乡亲们一同来欢庆。